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木皮，旁边这边是我的室友。对，然后因为上次拍了一张照以后，大家就说木星球妆容教学，很抱歉，不是我画的，是他画的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就边画边看他用什么手法这样子。Okay. 那今天还有很特别一个是什么？我很爱收集那种原本大大的，然后变得很迷你迷你的那个东西。原本可能是100%，然后缩小来变成10%左右，对那种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化妆呢，跟 Giga 哎，它真的超小的，我一盒9公分眼影，感觉快要跟它一个车子一样的大，有没有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挑战，对，用所有这些 mini 的东西 ，mini size 哦，然后我们把木星的妆容画出来，这个超特别，你们等一下猜猜看它是什么。它是什么？但是因为我没有买到非常齐全啊，所以就是有一些还是会用的。对，大家懂。首先一开始，这样正常保养一定要做的。你们在自己家里先找个随便一个这种扁平的刮痧板，然后呢，你要去找锁骨跟这个的交界处，然后你要把这一整排直接放在锁骨上。1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点点。我跟你早上应该碰都更痛。对，早上都很酸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我没有刻意要大力哦，真的没有刻意要大力。曾经有一次，我们帮木星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个内容是木星要跟郑医生一起 PK 谁是最佳女主角，然后我们为了这个画面哦，这边都还帮他打亮哦，然后还刷亮粉什么的，超美，还帮他画锁骨，最后出来的画面。这边是我这个头跟这个脸是对啊，我拍的时候我就傻眼。哎，它真的做很精致哎。首先是我们的这个 Armani 的 mini size， 你看它才连我手掌一样，超小的，还有附这么小一个粉扑哎。Oh my god！ 一般气垫不就差不多这种大小？这个才这样而已。Oh my god！ 做成它那么薄哦，你看。等我现在按上去喽。哎，它很用心，它这个里面还有镜子哎。对，而且我刚摸它的海绵质地。如果不好用，我先回自己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觉得是雷品哎、欸，因为想说你不说它算是被列为雷品。我知道了，来你看看，啊，来了，它就是小样会出现的一些问题，搬起来了。可是里面的东西好用，对，直接撕好了。嗯，可是整体妆感我蛮喜欢的、欸，可 OK， 我觉得。OK， 重点是这种东西带出去底妆多方便，因为我先讲哦，气垫粉饼啊，买了之后不要留太久，差不多一两个月其实就该丢了，要不然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培养皿啊，所以其实买小样我是觉得合理。那个过关遮瑕的话，我通常是用比较偏橘，因为你现在的黑眼圈带有点咖啡色，对，这类型的黑眼圈建议都是用带橘。人很白，黑眼圈很深的，那要怎么办？用蜜桃色，比真正的橘再带一点点微粉。哦，那个也不错啊。对，你这次好像没有蜜粉来了。对，我没有蜜粉，那就用我的了。你的蜜粉用的这一款是那个罗拉蜜丝，这款蛮常见的，大家都对它好评不断。你们先准备一块粉扑，嗯，然后呢，不管上面有多少，你就先沾一次。接着呢，你就要像我这样一直揉，你要像四面八方揉哦，确定都揉进去了。如果你这时候在上面看到还有一些粉，你就这样丢掉。反正那些撒出去的都是代表这个吃不下的，也是你不要的。哦、接着就拿这一块、嗯，直接就是大辣辣的开始拍。嗯，那个基本上你的皮肤都不太会有负担。刚刚居然忘记了，哎，我来试试看这个。忘了，它是粉饼。重点是它居然还有附一个小粉扑，很扯，因为你们看我的手掌也不大哦。但它真的就是只是在我手掌这个位置而已，一般粉饼也差不多就这么大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这样子而已，它就这样，好小，好可爱哦，就这样，是想帮娃娃化妆哎，真的，现在是木星爸爸，木星爸爸，好小哦，而且因为它粉度那么小，假设是法令纹出的，假设啦，你还可以这样把它对折，然后就这样放进去，这样。揉一揉你的法令纹，然后这样揉，然后我眼睛这边出油，再揉一揉，好方便哦！哎，这个真的很好。今天没有买眉毛的，所以眉毛先用我的。对，没有眉毛。City
Speciality Tepperbrulli。这是 mini size 的眼影盒，它会入选是因为我们很多眼影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。对对对，你看，那它是这样子哎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有入围到我的袖珍款，大概是一个名片大小。对，现在要开始看它好不好用了。色的，其实我每个都才沾一下。各位教大家一个小tip哦，你们画这种比较重的眼妆啊，不要一昧的全都只打黑，有些地方一定要做亮。例如像我今天就是决定木星的卧蚕，我就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做亮，除非是你今天要走的完全暗黑歌德风什么的，要不然其实别人看你只会觉得你有点累。所以建议大家，要么就加一点亮色眼影在下面，要么就像我这样加个亮片。今天这个也是他买的 mini size， 正常的睫毛膏大概是这个 size， 没错。然后它的是 mini 的，可是呢，抽出来之后你会笑死，正常睫毛膏的刷头是这样子，没错。这个 mini size 的刷头，这个它的型很 mini， 但是它的刷头很不 mini， 很对，很巨大，你不觉得很荒谬吗？没错，它的整个头都快跟它睫毛膏一样了，它为头而做的。可是今天这我不敢用，因为我不确定它会不会不晕啊。嗯，所以想说先不要用。对，我们今天因为晚上看秀时间比较长，对对对，下一次可以再试给大家看。对，下次他单独试。我也看。两根小木签，拿起你万能的火机，要的就是加热，主要是它可以让真假睫毛合得更在一起。是啥？有点像修容色的腮红。接着，等一下贝卡要上场喽。我跟你讲，贝卡的颜色真的很真点，来了来了，迷你打亮，迷你的喽，咱们就画在这个地方。哇！你有看到那个一个光泽？哇！对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没有，一边就是差一点点。有，嗨，它有亮，但是又不会让皮肤变粗糙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化妆再来做一件事，淡化型。骨头是骨头前面这哦、oh. 欸啊，不要硬开哦，就是这一条线就好，因为只要你颜色选得对，你不用怕很奇怪。有紧致度的问题，对，就会让紧致度感觉这边看就是比较蓬，啊这边就内缩进去了。嘿，最神奇的东西哦，大家到底猜到这是什么没有？哎、欸，它就是一个很无奇的东西，但是它其实是什么？是口红哎、欸，是啊，是口红咪。口红，对啊，很可爱，真的我今天受不了哎、欸！而且你看它这么小一个，带在包包里有多方便，完全不占空间，就我一个指头而已耶！哇塞，超赞！通常美妆部落客化完妆容啊，他们都是这样，放音乐这样。妆容怎么画的、啊？但其实都不是我画的，是现在长进的这个 Yumi， 大家可以追踪她的 IG， 都有很多很漂亮的。对，追起来，追起来。好吧，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木星小宇宙，订阅起来。